大富翁先生出发啦！一起去香港买地，先上山顶睇睇黄金地段。睇啱心水，收购维港两岸嘅物业，其他栋酒店先，仲有好多香港名胜同主题公园啊！大富翁香港景点版，快啲约埋班 friend 一起玩啦！孩之宝仲有好多新嘅游戏，随时随地都啱玩。